有什么特别计划，就是找的新的办公室，没有任何遗憾啊。但是反正这一次没有机会参选，我想这是因缘吧。还没有机会参选呢，之后的事情我刚才讲过了，就是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宗教文化艺术啦，这个各种人民团体啦、社会团体啦。